干嘛？我竟然不忍心杀我的杀父仇人，我竟然不忍心杀我的杀父仇人。小厨那边再说吧，你自己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留在这里。我回去帮你拿被子过来吧。还是顺便帮你多带几件换洗的衣服。在这边怎么行呢？小鱼，谢谢你。把不好的衣服弄破，请你让开，我要回房间。哎，我想你一定是有点误会了。其实今天在树林，我说下去啊，你不是有需要解释吗？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那就算了。你干嘛？干嘛笑那么暧昧？哎呀，你刚跟子妍说的，我全都听见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只是暧昧双双而已啊。谁在跟他解释啊？我哎，你也别跟我解释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你最近对子妍确实有点不同哦。我不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，我解释给你听。我跟子妍说啊，今天去树林只是为安慰双双。我才懒得跟你解释呢。哼，你要像我这样多转竹筒，不然呢，鱼会烤焦的。少啰嗦，你以为只有你会烤鱼啊？看着你生气，我就高兴。无聊。你生气就证明你在乎，因为你心中计较。你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冷冰冰的没有感觉。可以吧？嗯，不错。那就多吃一点，吃完了我们还要赶路呢。我们一直担心你们还活着，所以到
到处找你们，还好终于被我抓到了。之前他们三派人加起来都不是我们的对手，现在只有你一帮的人，你觉得行吗？事在人为，上。看来瘴气已经减弱了，按此推算三天之后就是瘴气最弱的时候。好，看天门的人都被我给抓到了。司徒帮主，这个功劳真不小啊。你们两个是想死还是想活呀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们才对吧。今天我们聚精帮和长江十八寨百草门的同道都聚在这儿，我要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而你，我宰了你。可惜啊，可惜。你笑什么？可惜你已经中了天门的青天神水之毒，你还不知道啊。一个时辰之后你就会全身腐烂而死。啊！听说天门众人牙缝里都藏有青天神水，留在制敌或自杀之用。那怎么办？大家不要惊慌，此人只不过是危言耸听，想求一条生路而已。门主跟我说过，聚精帮司徒帮主虽然为人冲动，但不失为一可造之才。只要你归顺天门，我们大可以联手扫平长江十八寨、百草堂这些乌合之众，平分他们的地盘。这小子嘴巴好厉害。太迟了。吃什么？因为司徒帮主已经答应会放了我们，将和我们两人之力杀了你们。他为什么要放了你？他别无选择，因为你们杀了我们之后就会杀了司徒帮主，以防神水剧毒传开。哼，俗话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啊。司徒帮主，不要相信他。寒水落，你好毒啊你！我也是以防万一呀。哼！我现在就带领弟子加入天门。Come on.